好，在这边我们要做 try this 4.2， 它要我们 convert each of the following declining decimal to a fraction in its lowest form。 OK， 我自己本身加多一个要求啊，我要你们把它换成那个 improper fraction， 就是你要把它换成假分数。 OK， 我们不要把它换成带分数，我们把它换成假分数就好了。 OK， 因为我们要把它写成 P 和 Q 的 pattern， 然后 Q 不等于0，这样它才是一个 rational number， 这样 OK。 好，我的 A 这一个是 0.222222，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让我的 N 是这个，这个是 equation 1， 然后它重复一个2而已，所以我就直接乘 set N 等于 2.222222， 然后这个是 equation 2，我 equation 2减 equation 1的时候，我剩下的是 9n 等于 2， 所以我的 n 等于2/9。 其实它重复2而已嘛，我一眼看就知道它是2/9了，重复一个就一个9，这个重复两个99 45，然后越减的情况之下95 45 5/11。 好，来你看在这边 b 的呢，这一个 0.454545 这样点点点 OK，这一个我让它的那个 n 等于这样，这个是 equation 1， 它重复两个嘛，重复两个的情况之下我就乘 100n 等于 45.454545， 这个是 equation 2。 然后我拿我 equation 2减 equation 1的时候，我就有 99n 等于 45， 所以我的 n 等于 45/99， 那你看 45/99，然后它会变成5/11。你要知道你的答案对不对，很简单，你在你的计算机写那个2/9下去，等于那它的答案是 0.2， 然后你的那个5/11，你的计算机那边写上去，然后它就 0.454545 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来接着这一个我就什么n 等于 3.696969 点点点，这个是 equation 1， 100n 等于 369.696969 点点点 equation 2， equation 2减 equation 1， 99n 等于这一个 36366， 所以我的 n 等于 366/99， 所以它是 122/33，所以我在这一边 122/33， 然后这样 3.69696969 69 69 69 69， 然后我的 D 我的 N 等于 0.123123123 点点点，这个是 equation 1。 然后我的 1000N 等于 123.123123123 点点点，这个是 equation 2。 equation 2减 equation 1的时候 999n 等于 123， 所以 n 等于那一个123/999，然后除3 41，然后333，所以我在这一边41/333，然后拿到的答案是 0.123123123123123， 对。然后在这一边4.654， 我的 n 等于 4.654654654 点点点，所以这一个是我的 equation 1。 然后我乘 1000， 重复三个就乘 1000， 4654.654654654 equation 2，所以我 equation 2减 equation 1的时候，我就有 999n 等于 4650， 然后我的 n 等于 4650/999 15 3的倍数 1550/333， 所以我在这边 1550/333。好，对，然后接着我的
好，来接着这一个 n 等于 0.71313 这个是 equation 1，它重复两个乘100，重复三个乘1000，所以重复三个乘1000，重复两个乘100，重复两个乘100，重复一个乘10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100n 等于这一边移两个小数位12 OK 71.313 你在写的时候这边记得要写点点点哦 OK 它是那个循环小数来的哦所以我的 equation 1减 equation 2减 equation 1 99n 等于70.6 所以我的 n 等于70.6除99 706除990 13应该不能够越减的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706 over 990我拿到的是哎，还可以越减哦哦，因为它都是2的倍数除2，所以它在这一边就353除2就495 353 over 495这样 OK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这一个 n 等于2.12424 这个是 equation 1，然后我的重复两个2424，所以我乘100，100n 等于这一边我就移两个小数位12。所以它变成212.42424 这个是 equation 2 equation 2减 equation 1我就有 99n 等于212.4减那一个 2.1 210.3 所以我的 n 等于 210.3 over 99然后2103 over 990除3 3721然后313 330所以它是701 per 330 701 per 330然后它就变成 2.12422424 这样对好然后我的 n 等于 0.35675667 所以我就乘1000 123 356.7 然后567 567 567这个是我 equation 2然后我的这一边的这个小数点我给它对齐一下是这一边这样所以、我的 equation 2减 equation 1我都有 999n 等于 356.4 我的 n 等于 356.4 over 999所以它是356.4 over 9990 18 9的倍数18的倍数它可以出18这个它可以越减太大的号码我懒惰越了3564 over 9990然后它就变成66 per 185 66 per 185这边66 per 185然后的这个3564除18才变成198然后我的这一个9990除18它是555 OK
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这一个是18、15、3的倍数，还是三的倍数？除三，6、3、18，6、3、18，18，5，对，这样，66/185，66/185。好，对了，第一题做完了，第一题是属于那个 A 的部分的，所以我就这边就停了。